没有？来了没有？有人吗 ？Hello Hello， 庞德在苗栗围公路。Hello， 晚安，是爆吗？好 ，Hello Hello， 罗成伟、罗章元 ，Hello Hello， 好来，我在苗栗哈，这个围公路。上次跟各位说过呢，这个姜母鸭好吃。那下午也跟各位直播过说，下午呢会来吃姜母鸭。那刚刚已经有一些粉丝朋友呢，已经跟我照相说，因为听到我们要来吃直播呢，还真的跑来吃。那看我吃不够呢，还要看当当几位老师，还有二姐，就是那个把三民主义课本翻到烂的那个二姐。好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对对对对，他说我没考上台大，活该的那个。好，就在这里哈，很厉害哈，外交官特考第一名的二姐，难得回来，所以呢就来吃台湾味。还有我，哎，是在苗栗姜母鸭。是哈，那个我常叫粉丝朋友一定要把庞德哈这个直播抢先看，要按下去。没有想到徐老师居然没有按抢先。对呀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这是不应该的时间是。要按抢先看。抢先看，你要讲一下朋友。对对对，抢先看就是你要进到庞德的粉丝团，对，然后呢按那个追踪，追踪，我是这样按。对，追踪之后呢，里面有一个加抢先看，所以我只要一直播的时候，嘣就会收到通知。哦，就你不会 miss 掉。对对对，就是是，所以我二姐都在加拿大，随时都可以。我粉丝朋友很多都在国外哦，加拿大、澳洲、哦越南，到处都有。OK。那这个二姐因为国外住很久了，天吃我们这种道地的台湾的姜母鸭，拍一下拍一下。掉下来了。哦，还血淋淋的。两滴红。那你觉得好不好吃？有的，估计有点不大很红。下午在后龙的时候，我就提到说呢，二姐在国外住很久哦，要吃这种正港的台湾味啊，可能机会不多。那今天做让你尝到这个正港台湾味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是蛮特别的，蛮特别的哈，蛮特别的，印象深刻，印象深刻，印象深刻哈。那下次回台湾要不要特地带苗栗吃一下这一味？一定要来，一定要哈，一定要，一次是可以。是是是，那这个鸡胗啊、心脏啊，还有这个鸭肠、鸭肠啊哈，还有鸭肝啊，还有那个鸭血，是是是，鸭血糕。但它这个连面线哈，其实都很好吃，啊，麻油面线，好吃哈。好啦，因为二姐她国外回来哈，在台湾吃什么都觉得很好吃，家乡味嘛。那我们常吃好料的，我们徐伟老师上班这档这档事哈，常在吃美食。但是上班这档事出外景，出外景是是徐老师来，我们看徐老师吃。刚刚庞德多好笑啊，还问我说，哎姐，那个什么鸭肝。鸭肝你吃吗？我猪牙龈都吃的，我鸭肝不吃啊，我来吃。好来，评论一下，评论一下，这一家姜母鸭，我跟大家讲，够新鲜，够新鲜。然后呢，新鲜就好吃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我觉得它这个汤头不会。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有人在讲话喽。哎，我重点就是好吃，徐老师好美，就特别停下来啊！你看，这位管太多，他说徐老师好美。管太多见证啊 ，OK， 好，那听完就肚子饿了。你看，哇，杜东元管太多，秋雨杰，大家来猜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大家猜一猜，徐老师讲。你当大家都外国人跟二姐一样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好吗？常在吃好吗？那是鸭肠。不是，这是鸭肠吗？这是脆皮吧？鸭肠吧？这是鸭肠啊。鸭肠。鸭肠，鸭肠。哦，有人说徐老师女神呢，王哲浩说你是女神。哎呦，鸭肠。不是女神吃内脏。哎呦！我来算一下。这需要什么公正说了？你觉得好不好吃？不错。我必须讲哈，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吃姜母鸭，所以呢，所以需要对吧？我们第一次吃嘛，哦，就是吃正，打个招呼吧，跟旁边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很好吃，下次到苗栗一定要来这家吃。台湾吃你不知道的西藏。OK， 好，我吃一个鸭肠，拜拜。我必须要讲一下，那是西藏。我没有吃过姜母鸭。那这个呢是之前庞德有一次直播，我看你吃的稀里糊涂的，而且又在爸爸妈妈家旁边，所以今天是我要求说
到你。是是是。到目前为止，大伟大伟过来。我吃起来，我觉得味道真的很不错，没有很浓厚的中药味。是哈。而且也完全没有酒味。不会过咸了哈。对，也不会过咸，可以不会过咸。哎。那怎么发现这家姜母鸭？大伟还记得吗？就是上次我们比遥控飞机那个亚太杯的时候，哦，我常发现那家从东市回来嘛。对啊，就是开车的时候开窗，真开窗味，怎么哇这么暗穷啊，暗穷啊，马该懂些暗穷啊，对不对？姜母鸭，姜母鸭哈，就一次哦。好很好吃，好、哦、比起我们在台北吃过的姜母鸭，似乎更好吃。可以吗 ？OK， 哇，那吃这样，他一直擦汗，跟你一样，大家都吃了满头大汗。哦，最后一点日哈，对。OK， 我是觉得这一家哈面线非常好吃，面线也好吃。嗯，也是一样，它是麻油面线，但是呢没有咸味，只有麻油香。有些麻油面线太咸。是是是，然后这个最到底还是要吃鸭肉。哎，他的鸭肉是不错，鸭肉不错，鸭肉是好吃。好玩就好玩。因为有些姜母鸭，我听说那个鸭肉是咬不动。我刚刚吃的那款鸭肉是很有嚼劲，会咬不动。可是朋友听到内行了哈，我上次是不是讲过？用吃过很多的姜母鸭，味道可能 OK， 但肉根本咬不动啊。这家的肉咬得动。对，姜母是指那个老姜。尤其是我们已经稍微的年纪，牙齿不是很稳固，如果太硬的话呢，可能咬起来很辛苦。所以我马上点到重点。肉要够软。评论家马上讲到重点。对。推荐一个苗栗好地方，很少去的地方。是，不要说一下。对，今天下午呢，来到这个苗栗的一个海边，叫海望角，好，旁边有很多那个风车，好望角，好望角，好望角，然后旁边有那个发电的风车，整个景色很不错，而且我看到它那个有沿着海岸的那个步道，政府有措施，那步道也做得蛮好。嗯，而且墙边路边很多这个当地的小农卖的地瓜，一袋50块。妈妈说，看到被你扫光了。对，我们买了。妈妈已经之前来买过很多次，说他们卖的小农的地瓜非常的松软，像蛋黄一样。是是是，在后龙没错，有人在问哈，在后龙镇。版主在这里，介绍一下。在后龙镇哈。嗯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看一下徐妈妈。大家好，这是庞德的老木啊。好，那对，你说。OK， 那今天呢，这个庞德曾经在介绍多次的苗栗围公路哦，应该是313号吧。这个姜母鸭，这没有自入，我们跟老板也没有认识啊，他但认得我啦，但是没有帮他打广告，可是我们真的觉得好吃。没有啊，面线也没有多送一盘。大家如果机会到苗栗附近的话呢，我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。虽然说姜母鸭不是客家美食，我当时很惊讶，不是啊，姜母鸭不是客家人发明的嘛？客家应该是什么什么小炒啊，或板条啊、蒲菜啊，它不是。所以我当时有讲说，我很意外，居然庞德吃过的姜母鸭最好吃的居然在苗栗，再来撩哦，拜拜。